看我这数字都背下来了。这个嘛，奇怪，马祖托梦都在干嘛？嗯，其实我觉得这样都可以了，其他的不用管了。哎咻哎咻，看来不能再玩托梦了啦。没有，是我们要把那些梗都讲掉。哎，这样就不能出了。觉得天色有点黑吗？哎，等一下啦！猪肉，为什么我的头上会一堆地狱之星？哦，下雨是不是？这不是谁家的跑过来我这里了？飞得过去吗？飞得过去吗？没有，那也没有，太夸太恐怖了吧？你头上一堆地狱之星，真的？好猛，这是流星雨了吧？我抬个头而已，就看到星星了。神机，这是神机的展现。我数一下要几个，搞不好是下一期的那个号码。搞不好，那也有可能。啊，让我有事做真好。这样子好了。哎、欸，对耶，可能是上一局的哎，那个什么彩虹接收器那个啊，有可能不好意思没清掉啊，那就是你盖的不是神机了，算了算了，不死了，他自己飞上去了。都好吵哦，这个。也不能有字。找不到适合的。哎，如果妈祖托梦告诉你这个，你是不是快要挂了？你说你盖的那个吗？对啊，听起来超恐怖。挂了，纸片是不是？你是快要进？你是不是把人家的题目歪掉了、啊？早就歪了，快挂了，有没有？不行。他终结。我觉得盖的还不错，有没有？有，可以接受。OK， 我也好了。确定啦，赶时间啦、嗯。现在已经要40分了，好快啊！哇塞！加紧脚步，加紧脚步，给你们一点压力，有没有？点东西好了，嗯，你包了，累了，屌。应该不错，这样有像了吧？嗯，不错不错，第一次这么认真盖，啊！你才说这么多届了，
不要跟你讲出来，不好意思啊。我还可以改变村民造型哦。对啊，我刚在玩。行了。还可以一键拿到所有什么？所有人的头哎、欸！哦，哪里呀、啊？那个点取以下框框，选取哦，这里还有专属、哦、玩家头颅。哦，原来我来找找看。妈祖都说话啦，妈祖显灵啦。要多久？祖米就剩你啦！他回来了。做梦问你要多久？哎、欸，真的是。哎呦，有东西卡住了。按下去吧。哎呀！我可以把天气改亮啊。不要。秋风，你都在盖些什么啦？哇，这个也太精细了吧！欸、我的天哪、欸！我的妈！啊，这我刚猜过了吧？啊、我看哦，是妈祖。哎、欸，妈、欸、祖到秋风这个哦，是妈祖哎、欸，是应该妈祖。妈祖好可爱哦。哦，有了有了有了。哈？是一样的吧？什么东西啊？这要挂了吧？对啊，挂了吧，美心，哦，对啊，没错，就是要挂了，就是要挂了。这个嘛，这个应该是每个人的梦想啊。那我要猜什么啊？我觉得我这次应该有八个字啊，可以。所以刚刚没发现这个，我只看得懂妈祖。所以刚刚没有猜八个字。有有。八个字，有，因为它是一个问号，而且有两边。到底要干嘛呢？妈祖托梦这个干嘛啊？这个不需要妈祖托梦，好不好？到底是什么？到底是什么？好想知道。卢米，那你为什么要想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在改错字，我在改错字。哦，哎、欸，我不小心。没关系，我进到地狱里了。啊？为什么？下地狱了吗？那你赶快回来。啊！如果我放上去，你传得到吗？会回来，会回来，还自动回来。好厉害啊！没有，我去地狱，他说不收我，不收我，我要去天堂啊呀！只收鬼龟啊。嗯，妈祖把你拉回来，第一步说，观众还叫我说不可以质疑妈祖，谁说妈祖不会托这个梦？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地狱容不下我，是吧？太霸气了，上吧，乖乖。我在凑八个字啊！鬼鬼那个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啊！我只看得懂妈祖而已。但是我不知道。那你妈祖打个四次好了。这个妈祖，妈祖很可爱。妈祖大大。四个字。妈祖，我知道他一定是托梦叫你去拜拜，有没有？托梦说来拜我。对对对。什么东西？好难、欸。妈祖托梦说你很久没来了，该来了。好啦，这个。Yeah. 是什么呢？回归，很简单。什么又是这个啦？什么？妈祖为什么要？妈祖怎么了？太烂了吧！这个何必妈祖托梦呢？何必呢？何必呢？发言。妈祖在干嘛？妈祖说撞题啦，撞题啦。那我要怎么盖啊？真是。
方第一，这个梦就不会实现。我决定简单盖就好了。对啊，这已经不是妈祖的问题了，应该是我们的问题。贪婪。饭团他欠我们。对呀、啊，我就是在想会不会，我就在想会不会一样的啊，我就没有去往那边出了哈。所以你是不是原本也想要？是，我就是这么肤浅。贪婪，贪婪，我们都是贪婪。我在贪婪之岛哎、欸。贪婪，我知道。贪婪的鬼岛。太贪婪了。爽喽。这个观众应该看得懂吧？说这个观众，观众看不看得懂，结果下一个人看不懂。你是说那个观众看不懂，就换下一个观众啊？那个，那个观众，换下一个观众看看。嗯，总有一个人看得懂。观众。对啊，观众看得懂跟我们看不看得懂 没关系吧？没有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观众说我看得懂啊，我看得懂，但我们看不懂。哎、欸，罗这样好棒啊！啊，烦哦。哎、欸，怎么会跑出来？过去是不是？好像拿我没辙哎。还是就简单一点。议会议会，惨了，这个盖得很不像，完了，完了，有议会到就可以了。正好一点啊，妈还盖过来啊，就这样了。挂得上去，奇怪，不是都是跟钱有关吗？为什么大家盖这么久？
那美化吧，都是跟中奖有关。钱撒一撒就好了，是不是？箱子里面放几张奇怪。好，差不多了，就这样了。就是安尼。